你们帮我一个忙哈，我想把这椅子再往前挪一挪。哎，又多了，又多了，再往前来一点点。我来了。你来了，正是时候。对，太开心了，参与劳动。对，我们都不客气的。你师父好人。拍狂飙的时候，我他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组，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地方。对，那叫什么地方？江门客车哎，客车修理厂好像是。对，但下江门那边我知道有很多植被也是非常的好的。现在这里就有那里带回来的，江门带回来的。对，哪个是？龟背竹啊。我为什么喜欢龟背竹？我拍狂飙的时候，那里有成片的龟背竹。当时那个看门的还跟我说：“你赶紧挖走它，不挖走，这里全部都铲走，不要的了。”我甚至想再杀回去那里，在那里找一棵大的。那个这么粗的杆儿都有，那真是最少得种了得二三十年的了。不，但是，我弟弟现在在那个台山拍戏嘛。柴然。然后我说，哎，就是外面的植被怎么样？他说没有了。我说你给我拍个视频看看。他说没有，全没了。都没了吗？啊，有没有那视频？我看一眼。他给你发视频了。等会儿啊。哎，我手机哪去了？我在那里那个院子里练过车，绕一圈，包括绕到后面那墙上爬的那都叫龟背竹是吧？对，那龟背竹最少得有这个花室一半这么大片。哎，能不能这儿？我们能给你们看景啊？对对对，就这里。你必须在这儿挖呢，是不是？麻烦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两颗已经快死了，它那个这是根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吗？这根被砍了，它这个变黄是不是就快死了？是，哎呀，走吧，我们去把它救回来，我们现在去拯救它。大哥想一想吧，就走出去教学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。我小伙子都敢提要求了，那可不嘛啊，做三天表演训练，千万得出去走一走吧，放个假什么的。走吧。对，那就去江门。江门，江门。灿烂的花园独家冠名汤臣倍健，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助力营养好状态。灿烂的花园合作伙伴金龙鱼外婆香小榨菜籽油，小时候的菜油香。灿烂的花园犬猫天性喂养官麦富迪，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。用动感地带芒果卡开惊喜盲盒，解锁生活小确幸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灿烂的花园，尊享灿烂的花园奇遇记等超多精彩内容。姐姐，姐姐好，是姐姐。我跟小哈拍过一个戏，我的第一部剧，你第一部戏，对，天哪，三年前还是四年，我肯定支撑的比你久，因为我可以吃了你。不是说了不要吓唬人了吗？我没有吓唬你，血液可以补充水分，肉可以补充能量。走啊，走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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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走两辆车是吧？对，老师好。你到了？对啊，老师。哎呦，好久没见。你们认识吧？啊，刚认识。刚认识哈。对，顺序哈，你我们认识。哦，认识哈。行。但是我听说好像有什么
即兴表演不行，可疼了。随时随地，随时来的，随时来现场 Q。张老师还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去老师家上过课，但我在想，可能是那种类似的，会让每个人分配角色。啊，分配啊，你去过张老师家是吧？嗯。你之前跟他认识是吧？狂飙前就去过老师家听过课。因为我是说实话是对植物是完全不了解的，所以我这次来是带着一点准备来的。如果说在这个拯救龟背竹的过程当中，我能做出些许的贡献，那这就是我的意义。我这几天看的龟背竹的视频里啊，就有一个事儿我没太研究明白，就是它的施肥的频率到底是什么。严格上来说呢，在野外龟背竹自生自灭啊，是没有肥料这个讲法的啊。但你说它没有呢，它又有一种叫有机肥。什么叫有机肥呢？落叶。有机肥它就是靠落叶腐殖的土，那也叫肥料啊。但你种到花盆里，它就得靠人为的给它增加肥料。严格的植物发烧友是一年换一次泥，一年换一次肥。嗯，这个复合肥是啥呀？就是刚才说的，复合肥就是多种掺在一起的东西来的。等于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啊，它就不是 B1、B2、B3的意思，复合。嗯，令卓啊，嗯。我现在有一种感觉，就班里来一个好学生，学越远。不是，我是属于那个脑子不灵光，但是比较勤奋的学生。玩笨鸟先飞的呗。对啊，因为说咱们要来拯救龟背竹嘛，我看了一些好，我本来是看了好多竹子的视频，我看着看着，我最后发现龟背竹不是竹子，龟背竹是天南星科，对，不是竹科。文竹，是你的一个最喜欢的植物，算吗？不算，其实我并不重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。是因为我叫张颂文嘛，也叫文竹嘛。令卓，明白。你查的是植物，还查的还是张老师？我都不知道他有文竹这个文，但其实严格讲，这文竹也不是竹子。文竹其实和龟背竹是都从学术上来讲，都属于叫木兰纲。我真的是有一种上小学那会儿的感觉。后面不是有读书会吗？对，就怎么说，像我这样看霸道总裁文学的你书带了吧？带了。真带了。好，我觉得读书会应该是要接受各种书籍的存在的，各种类型的。对，但是我带的是，你知道，是那种我们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会看的那个天使。啊，你没看过吗？没有，我真的没看过这种。你怎么一点没有活在幻想里？就是天使 com， 就是天使 com， 就是那种男生女生，什么那小子真帅，类似于就那种，当初非常多人的回忆应该是。一看你们拿出来的都是那种特别有深度的，然后我站在那儿，霸道总裁爱上我。哎，太好笑了。挺好，很有风格。排山石欢迎你！哎呦丢，赶紧拍一下！呦呦呦！完了。点山，点山，点山有点像桑亚瓦。嗯。哦，哦，到了。没有，不是这个门。是，就是这儿。是是，就是这儿。是。哇哦！我也很激动。哇哦！这个门口我的戏应该比你们谁都多着呢。哇哦！武松，哎，安警官、李警官，我正找你们呢。车上讲，车上讲。哦，好好，你来的还真是时候，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。哎呀，都被拆了都，咱们公安局那栋楼，只剩这个为人民服务。喂，陈爸。哎，陈爸，要不要多会啊？啊，要多，要多哈。啊，你认识？我们在这里拍呀、啊，一直在这儿。来帮我拍一张吧。故地重游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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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
我这会我们拍的时候你不在这儿。老陈，我就这里负责的吗？你记不记得我是谁？哎，记得记得记得哈。哎呀，你姓陈是吧？陈陈荣石啊，系系系。哎呀，老朋友老朋友。陈荣熙，陈荣熙，进吧，咱们进去聊一聊。这个地方呢，一进来的时候，先是公安局，公安两几个大字在这栋楼。旁边那个棚呢，是我们拍我家，还有那个旧市场。你说现在里面那空寥寥那个农贸市场，农贸市场在这里边，对，搭的就。现在那龟背竹现在怎么样了？在那里，哎，哎，那龟背竹，你们睡觉可以挖走，不挖走的话，也死掉了，啊，你们挖走呢，可能还能活。这么，这长了有年头了吧？应该长了有20年这个。这太大了。天哪，这还能救得活吗？我记得拍狂飙的时候我问过老陈，我记得当时我说，哎，这怎么没有工人？他说现在是停业状态嘛。停业了。然后呢，当时你说这里可能要卖是吧？是卖。卖的话，第一个习惯是什么？清理杂乱的植物，他要把这些清空给别人来看场子嘛。所以呢，挖土机来挖地，挖断了龟背竹本来的根，但是挖土机太高了，又怕把那堵墙给挖塌了，挖土机就放过了他，走了。但你知道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绿色吗？是因为他上面长满了气生根，腐在了这个墙上。墙里边。哦，就那个。但是他没扎进去，因为这个硬嘛。啊。真的，你再看哈，我们说的那个叫顶芽，你有没有看那个绿叶这么小？嗯。其他叶子这么大，就它一点力都长不出来了已经。对，它没有在土壤里的营养给它，所以它很快就不行了。这样哈，那我们怎么救呢？我再看看，我再看看。哎，陈叔，陈叔，有梯子吗？梯子有梯子，梯子有是吧？有梯子。哎，稍等稍等，我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。哦，你看，我作为还有这也算我的主场，咱们既然要分头行动。给你们一人来一个，我们小小的对讲。啊，对讲啊，对讲啊，方便。用完了就留作纪念了。哦，好嘞。小曾，小曾，请回答。听见请回答。听不见。我们这个距离还是直接说话比较方便呢。不不不，这样我感觉这个很有 feel。来，这样哈，我来说个办法。大川，哎，想办法上到上面去。小心啊，咱们带的工具里面有绳子，上上面去以后呢，搞个粗的地方，这地方绑住它。那个绳子干嘛呢？它一掉的时候你不让它倒下来，然后呢把那个死的叶子先剪掉，它留那种叫有效叶子。哎，我看看这个叶子，我在想要不要带回北京，但这个已经直接可以做标本。做标本行，以后带走。 OK 啊，好，这个可以丢了。那拿个刀来，这里剪掉，这里接个杆子给剪掉。对对对，这个杆子。这颗是这个发的吗？还会剪吗？不要把这里然后轻轻一拿下来。那就要打断吗？不会容易打断。这边修剪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因为它这个气生根是抓在了这个石子上面，抓得很牢固的，不要拽。用那个腻子刀轻轻的铲。嗯，我去损坏它那个。哇，等这个。别样的视角。我给你拍一张。我谢谢。拍的差不多有。可以。可以吧？干活还是美美的啊。你好吓人，这个表情。哎，我这铲子箱里面了。哇，我感觉。他能感受到他的生命力，他为了生长扒得非常紧。刚好、啊、我就很怕大川，你那个上面顶上那个它会断。没事没事，轻的，你不用这么像，你拿个绳子给坐一下，挂在那里也行。陈波，我这个再往里是不是就有危险了？你这个敲一下，不疼。文哥，上面已经长在这个牙缝里。你看啊，不用白，顶牙是龟背竹的生命，它没了，这棵龟背竹永远就这么高了。
宁可切断他的气生根，就把顶牙留着是吧？顶牙你记住了，顶牙没了我也不想活了，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啊。我知道了，真的。好的，这点给我。开我！陈叔，你们这个墙还要吗？我要不把这块拿走。这个墙，这个墙啊，你得摘不了。我跟你开玩笑，墙得摘不了。啊！加油！能得到吗？啊！总算通了这块。这一半截都通了。是吧？嗯。哦，松了松了松了！啊！哇！松了松了松了！哇！来了！他来了！绳子绑住了吗？绑住了，绑住了。好，慢慢的顺啊。哇！稍等啊，慢慢举去那个水泥地那里。我松了。哇！哇！哇！这么沉，太沉了。地上的根别踩断了。哎呦，受不了！没事，我一个人扛着就行了。好，让他这个面放地，立在地上不怕。那不能。对，躺下去。啊，慢点吧。好，躺地。有。哇。加油。加油。哇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快开了。他复活了。哎哎哎！走，拿走了。哎，给他这样，我去那边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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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了！打下去。好，哎呀，很真，太棒了！这中午高低得吃顿好的。谢谢，很真哥，谢谢。哦，真的感觉有点成就感的，是吧？是，太有成就感了，对。你知道多不容易吗？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能不能活交给你吧。可以这样对吧？安抚一下你，你好，李正。希望你茁壮成长。这呢，它没有活力了，所以从这里断掉它，不要这一根。好，你所有切的地方呢，都是伤口来的。我有点怕今天那工具啊，太多生锈的工具。那这个是要带回去，是放土里还是墙那种？土里面长，还给他上墙，就从墙上给他救下来。他跟着咱们走的时候，哎呀，大哥，我终于离开这里有土了，又上墙了。回去以后还是一堵墙。这个我就抱着，来吧，捆一起。带上两个绳子，把咱俩打包先回去吧。我们俩绑起来种地上，没有，咱俩代替挂在树上行吗？演的最好就这里。哎，你说这东西搬回北京之后，结果发现我们最后还是没把它救活，你是什么心情？努力，努力了，努力了，还是得救，努力，努力，值得吗？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时间我们最后接力，这是缘分了。起个名吧，右边那个，咱们弄的。那个叫台台，为什么？那个叫周周山山台山啊，对，这台山啊，我想台州台山。下次去北京呢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，你看一看。有机会，我如果中活了，我再告诉你吧。如果中死了，我也没脸面对你。
谢谢你老师。不用不用不用。要我们到处走走看看。走。哎，我对讲呢？这儿呢。哦。有。其实最后都没发出去。来来，一人一个对讲。川宝，川宝，听见吗？听，收到，请回复。说话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这个有点太可爱了吧。家川哥哥。川哥叫你什么？来自哪位啊？叫你川什么？像一个饮料的名字，叫川宝。川宝，川宝。像动画片里了。最后这地儿还有人来。那里啊，有片竹子。那片竹子也很好看的，这个漂亮吗？很漂亮，这是金竹吧？金竹啊，我们以前种的。我爸最喜欢养竹子了，还要看这么一片竹子，眼冒金星。我想去看一眼。我们去看看那个哈，去看看。这个竹子上面呢还有绿道。哦，看到了。哦，这不是油漆啊？不是，这是它原来的那个绿色素。你看，你看所有的金竹啊，它只要拼命弯。它基本上就活不了了，你看这棵了吗？弯的不行。对，弯弯弯弯弯，最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枝啊，越来越枯，越来越枯。这棵把掉了。老陈啊，我要是锯一段小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随便锯。我想锯一段小的，给他们一人留个纪念，回去我教他们怎么盘竹子。我拿个电锯过来。万物可盘。盘竹子。对，记不记得那个微博之夜啊？我们不是互相送礼物吗？哎，你送的啥呀？我送的就是一根竹子，叫紫竹。哦。最后谁抽中了？你知道巧到什么程度？谁？杨子。哦。而且我上面写的是，祝你健康充实，节节高升。天哪！杨子抽到太巧了，杨子抽到了紫竹。那个就是这旁枝，拿刀砍一下行了吗？也行，剪刀有。哇哦，哎呦呦呦，随身携带，老大了啊！哇，你这剪刀很厉害的嘛，回去盘金竹了。哎，现在能写上名吗？我想要这段，寄一个大的给你了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别这不用，这啥？爷，你带回去盘。回去做那个叫盘一辈子，叫那个什么竹筒饭。给。姜太公。哟，您就是传说的姜太公。来，年轻人，节节高。谢谢。哈。小贼，休息休息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看这虎皮兰其实都很好长的，都清理好多了。这里他们全部挖走吗？埋掉了，都埋了。要挖吗？挖。我拔就可以了，这它根都已经被人刨出来了，差不多，这个没问题的，我可以让它活回去。也是一株虎皮兰，给欧鸡挖掉的，它不挖掉我那个。是的，如果我不拿走它，过段时间这个也应该也会被挖掉。对呀、啊。令主啊，这个原来就是公安局那栋楼吗？是。哎呀，你看，真的人一走啊，哇，这些台阶都已经老化得很厉害。这边是市场，差点全部都拆掉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天哪，谁能想象，这差别也太大了。当时我们一比一的复原了一个市场，青菜全是真的。对对对，整个鱼缸我就拿去什么放在池子里头的活鱼啊。嗯，对对对对，那些鱼全部用活的。阿强啊，快一点的啦，生意不错，年年有余啊。我还专门发过微博，我说，哇，我说一个剧组全部按照真实的来打造，这个很难得，我说。所以我们组的美术。
很好的，很厉害。嗯，很厉害。太有生活气息啊，关键是。而且整个街道停的车，都可以考究的是那个年代的车。真正说你们狂飙确实，良心品质啊，精良制作。我当时有老从这个门进去的。这个是菜市场，方十九那个，是吧？强哥，您是在这卖的鱼啊？对，你看，这一格一格还在呢，不过全部拆掉了。哦，是这儿吗？那是老莫的房间。这个地方，那是老莫的值班室。嗯，这里开始，我当时还演过一场戏，摩托车这样开进来，这两排呢就是那些店铺啊，我的鱼档在中间，靠这边的那个地方。我的鱼档的对面就是猪肉佬嘛。后来我十几年以后再回去，在猪肉档买完以后，我就去我的档口那里。阿刁还当时是我教他演的那段，我说你给我加一段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档口是谁的？是以前高启强的。你别看这把椅子破，可大有来头。哦，你知道是谁的吗？是高启强的。哦，这现加给他的那段戏。哎。你们都干什么呢？啊，怎么进市场了？有我允许吗？拿机器就开始拍。这个地方是林家川演的那个唐小龙，还有他弟弟唐小虎，他们管这一片儿，我们就是被他欺负，你知道吗？来找你那个那送电视要等离子的、那个。我的命运的改变就是在这里嘛，就是因为他问我想不想挣点钱，帮他一个忙。这么个事儿啊，沙场的白老板。别人欠的钱啊，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，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，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，出出气，给2万块钱。结果我就去了那个地方，那个人在网鱼，我就去撒了一泡尿，再回来他电死了，就是一步错一步错，一直错下去。我们复原一下那场戏。你来找我那场戏，就要看现场版的，就用这个空档来演、啊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然后那个令卓待会儿你也演，就是他走了以后，你们派出所不是在调查啊这些恶霸吗？待会儿你就再进来，我们可以给他变成另外一种版本都可以，我觉得。哇，这是我们肉眼看的这个戏。来，找个最佳观影位置。我这个还带滤镜呢，来吧，三二一开始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，哎呦，龙哥，高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没有啊，你说过年重新装修嘛，我就想年后啊，我想把我这个鱼档啊这里做一个变压器，然后鱼池打到这个位置。你啊先别想那么好啊，咱不说了吗？出签儿，啊，好位置，风水的轮流转，也不能自己赚钱，对不对？阿龙，我这个鱼档啊，开了十几年，我知道，但人家都是正常的，在我这儿啊，这个交钱的也不能说你年年站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我那些老熟客，他只认这个地方，我不管那么多，帮帮忙啊！人换了档口，他们找不到我呀！啊，帮忙！哎，现在有那么一个事儿啊，我真说，你要是能帮我忙，我就能帮你忙。哎，你说，有什么你说，我去办就行。沙场白老板啊，别人欠的一笔钱，他也不想要吧，就想说找人啊，教育他们也是欠钱的嘛。有钱赚，那不行啊，阿龙，那犯法的。吓唬一下，犯什么法呀？啊？那恐吓罪啊，那是。那你没办法了，你不帮我，我也没法帮你。阿龙，阿龙，你年后啊，你看看，要么要什么，我送点礼。就这事儿啊，人白老板不白干，人家说2000。不行，那犯法的我走不了。你家不缺钱吗？我听说小盛回来了。要干点什么小灵通？你是当哥的啊，你天天卖鱼帮不了弟弟。那个您别着急，我自己想办法筹钱给他。5000，不要犹豫了，8000到头了，我还得给你添点。
犯法的事情你不干，干不了是吧？高启强，听好了，这个位置我真的没法保了，好吧？卖鱼，你卖鱼竿吧。高启强，你卖咸鱼吧你。高启强是吧？哎，陆警官、啊，这人都走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就跟市场聊，这不是原来我的鱼摊啊，我想还用这个地方，就回来看看怎么装电箱什么的。哦，来来，坐坐坐。我听我同事说啊，你们这片存在一些欺行霸市的行为。你别紧张啊，你就跟我说，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没有，挺好的。什么收个什么保护费啊、摊位费啊，没有。我不知道。你确定？反正我是没有，别人我不了解。你别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自己扛着就能扛过去了。真要欺负你的人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忍一次，忍两次，他还是欺负你。只有我们能帮你，想清楚了，啊？哎，谢谢。确定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再见啊！有事打110啊！哎。陆警官，怎么着？找警察真的有用吗？有用。唐小龙、唐小虎，他们两兄弟一直在这里欺行霸市，每个月市场管理费收完以后，我们还要再交他钱，他也会开个收据给我们。唐小龙、唐小虎是吧？还有别人吗？还有，他带了三四个人，志刚、小伟，还有铁梨，都是我们厂区的子弟。志刚、小伟、铁梨，成，谢谢你的配合，包在我身上。拿着这个钱，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。你他妈是我杀的！干爹！啊！所以，你没答应我。一二三，我走了。这个是创新版本，这是 他想圆了当初的梦。哎，你他聪明啊，真的聪明。给了高启强另一条路。是的，他聪明。哦，就那就不是狂飙了，再给我一条路吧，好不好？你要走正路了，你也改良了。这是高启强的这个精彩，另外一种可能，另外一条路。就那天如果没答应他，后面没有所有的事情。有了这个，今天来这就有意义了。对。
狂飙就变成一个的短剧，一局一局结束。走，先上个厕所。陈白，哇，这是办公室啊。对啊。哎，这屋以前拍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，这人办公室。哇哎！哇，老陈唱歌的。老陈看来还是有点情怀的人啊。喂，不要搞一首。喂喂喂，来，全民 K 歌之王。你问我，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就是老是进不来。我的情已深。我想把想用相机掩饰的尴尬，没想到穿过去给他了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哟一个吻。已太低了，你看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。的一段情，我不知道词儿。让我思念到如今，跑了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到那就是很低的爬。对呀、啊。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深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，下面由哈利克斯单独来一首，单独来。我谢谢。边唱边跳。那个，来，我们一起敬一下老陈。谢谢你坚守在这里啊！你是京海最孤独的守护者。孤独的人哦，没办法啦。身体健康啊！老年就孤独就孤独了。健康，祝您健康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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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谢谢啊，谢谢。如果我们今天来啊，没有人在这里，第一没有人帮我们开门，第二呢就感觉这里彻底的废了。但老陈在。而且老陈是 我一眼就认出是老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门口的戏是最多的，我老在门口拍。他有时候在值班室里待着，有时候呢，我有时候背着手在那看我们演戏，所以一眼我就认出他来了。他在我就觉得狂飙剧组似乎还有一点点关联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今天龟背竹这里呢，如果没有得到老陈的允许，咱们是不能够自己来拿走他的。所以怎么说都谢谢你，老陈。不用不用，陈叔，你尽量的保留下来啊。植物。老陈，你就留步，我们就此告别。好，好，陈伯，保重啊！好，好，保重。好，好。住手！这么晚吃东西，你不怕长胖吗？嘴馋了吗？来，给你沏一杯汤臣倍健。小金罐蛋白粉，这勺有几克呀？10克。那里面有多少蛋白质呢？8克。那就是说有80%的含量。哎，只有半个苹果的热量。好了，感觉一下，来。嗯，味道真不错。怎么样，解馋了吗？解了。我昨天还问我说，这个节目大家会晚上像那个《向往的生活》那种，就是大家都会卸个妆、穿个睡衣坐那儿吗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看，就跳呢，跟上节奏。你们不是这样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节目后面很颠的，你感受一下。哦，那我也会很颠，大家一起颠起来。我觉得这房子都特别的 Q， 而且真的是有岁月的那种痕迹。你会发现，就是左邻右里啊搭的都特别像乐高一样，就不像那种新盖的房子整整齐齐。快到了，龙哥，快到了，醒一醒。啊，我们说话都没有干扰到你睡觉。他很容易睡觉，干扰我们谈话。哎，过了，我好像是。没有吧？没有，这右转进去就是。
哦，这儿挺眼熟啊。你第一阶段是不在的哈？我第一阶段不在的，第一阶段在的只有小五，其实还有几个人没有在剪辑台上留下来。哦，那就小五有这个命啊，留下来了。最后等于是小五和我留下来。命里有谁，终须有。命里无谁，莫贪求。你看师父都爱唱了。无知者泪蛙。哇，这有只大狸猫。哎，几年了，几年都不来了。对对对，就第一次回来。哎。但是一下就哇，这里感觉就对了，什么都没有变化。哇，那个里面是应该是养鸡的。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，老拍到天亮才离开嘛。这里住着大概有十户人嘛，不多，人家都烦透了，真的，就天天啊啊，又喝多了，又演戏叫，啊，阿婆你好，你好啊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身体好啊，阿婆哈，身体健康，嗯，你住喺边度啊？我住上楼，楼上啊？唔系嗰度，我女喺嗰度。啊，你个女喺度住？阿婆，你知唔知佢边个嚟噶？佢呢個知唔知佢邊個嚟㗎？佢啊佢啊，我冇知，唔知啊，我哋喺呢度拍過戲啊。哦，記唔記得啊？拍過狂飆啊，狂飆啊，睇下。咁咪好啦，幾好啦。嘈住你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唔緊啫，大家好啊，身體健康啊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。當時我們拍戲的時候，有沒有他俩？没有啊，还没有他俩哦，要叔叔抱抱哈，叔叔抱抱，哎，哎呦，来，来，来，哇，哦，很棒的你，不认生好不好？很奶香味儿啊，这一层什么东西？当时，哎，你好，大叔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故地重游，对，故地重游，哎呀，哦，那就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老公，哥哥哥，啊，老公回来了，哎呦，哦，买菜去了，怎么了？哦，我们去楼上找那谁，啊，不在，你在这等会儿。我楼上是天台啊，你找谁啊？来来来。你坐这儿，啊，我坐这儿，你坐那儿，然后他拐弯。哦，有一场那个戏哈。我睡着了。对对。告诉哥哥他回来了。来，开机，录，来哈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哎，哥，他回来。哎呀，哦，老公，哦，那个。哎，我们那个去楼上找一人啊，那个楼上是天台，没有人。啊，我这认得你了。楼上是天台吗？对，没有人住，好尴尬。我在美国看你的，对吧？多谢多谢多谢。回来，你我们拍戏的时候你没回来吗？这户当时没有人住。有，当时说这户是一个美国华侨的房子，是你的吗？哎呦，你就回来了，就是啊，这些啊，他们都是我的同事们，都是演员。那个是演警察的，鹿晗，对，这个是演我的手下，唐小龙，唐小虎，是蛮坏人的，对对对对，坏人的，他也是坏人呢，踩一个，他也是。这个楼顶就是当时是高家三兄妹的从小生活到大的地方，据点。对，刚开机没多久就在这个楼顶拍，
是我跟导演我们提出来的，我说这个天台不演浪费了，为什么这么有生活气息？后来导演就问说这个天台有什么理由呢？我说在广东有个讲法，曾先生可能知道，住楼房的人天台是归最顶上那户人用的，对，是的，就谁住的楼最楼上那户天台就归他用，所以我说这个逻辑应该是通的，我们家就用这个楼顶。我跟阿胜很多场戏都在这里这样聊天演的，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。好，你不要让小兰进来。你不想牵扯他是吧？没问题，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。哥，高启兰，哎，嗨，哎呀 ，Hello， 天哪，我兰姐，我天哪，这整个组，给你们兰姐，兰姐，高启兰的扮演者，哎呀 ，Hello， 你好，有感觉吗？这里有，这是我给你带的小熊。好，行，我先抱着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又参与到那个制作的一个小熊，叫 D 什么 Y 是吧？那个 DIY。地什么弯？想半天，我是品牌的。我也是以为是品牌。这上面的花是楼下的一个阿姨种的，有一次她上来浇水，我还看见了。你知道她有多用心吗？她自己培土吗？这是。你说对了，她自己培土，她把外面的黄泥拿上来了，就这盆里面，这个叫不死鸟。不死鸟。你可以理解成是多肉系列的吧？每片叶子上面有很多小籽。那个小叶子只要掉下来，风一吹，到哪都长。你看这些长得高的了，就属于老了。当时我还问那个住在那里的人，我说我能挖回去种吗？他说你全部帮我挖了它吧，这个东西到哪都长，他说清不干净。嗯，来，看见了吗？有。对，我待会找几个株型好的，咱们拿回去种。可以。你感觉铲的差不多了，你就抓住它一坨，给它坨起来。这一片，对角，这一片。佳琪挖完这坨就可以了，别挖了，因为这个真不是开玩笑，这个活起来啊，它能有一大串一大串的。结果明年回到小熊花园，全是不死鸟。把这一大坨你打包好，快递小哥就要出发了。来，谁力气大，抱一下大蒜。我，这活就应该我来干。哎呀，放手，等的就你。待会儿啊，把这个放在车上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个那个鸟会说话的那家吧，会说三种语言的，就在这旁边。阿叔，哎呦呦，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打搞你哈，张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我话。带啲演员过嚟睇睇呢个雀仔，他的鸟啊，有一只鸟很会说话的，我忘了是不是那只，是这个啊，应该是这只，大哥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有事。引一引他说，看行不行啊？好。Hello 啊，你识唔识讲白话？讲白话系，我叫张同文。因为叫林家村啊，有冇咩心事啊？你讲一讲啊！我听你讲一次话，听完咧，我买啲零食俾你，好唔好？嗨，你好 ，Happy New Year， Happy Birthday。我们应该引不出来说话，引不出来。引不出来的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人太多了，他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。哦，总结，他是一个会三国语言的内向的鸟。他是一个呆鸟。呆鸟。这是你的事还是谁的事？是啊，来骑一圈了。当时高启强就骑了一辆类似这样的，这有个小铁架。
哎呀，要飙车、啊、还可以啊，也就二十迈呗。小兰啊，我回来了。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小兰，要不要，要不要进去大院那里啊？我不敢进的，我会掉眼泪的。掉眼泪啊？嗯。走了，高家。我们走了。这就真的是高家了，这是。拜拜。走了，阿姨，再见了哈。拜拜，保重身体啊，保重身体。嗯。灿烂的花园独家冠名汤臣倍健，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助力营养好状态。灿烂的花园合作伙伴金龙鱼外婆香小榨菜籽油，小时候的菜油香。灿烂的花园犬猫天性喂养官麦富迪，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。哎呀，刚一进那个大院，我都真的是觉得时间呢、啊、真的过得很快、啊、这就两三年过去了。对，那个是2021年底到2022年初。我记得刚进组的时候吧，然后就哥就约我们所有的演员一起吃饭嘛，去我当对跟他聊了一下。对，我当时还想呢，这老师当不认识，我说这老师这么好客呢。小七，能听见吗？你说，我就是死一下。想我了撒死弟啊，快到了没有？我这后面两个人都快睡着了，已经睡着了。把对讲放在他俩边上。你这太不道德了，我已经放了。床了，哎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看你们的左边和右边，我们现在已经穿入了那个乡村小路，你们的右边呢现在是农田，左边呢这个村的名字叫，你找一下啊，叫庙边村，就是我们拍莽村那个地方。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？啊，再说高俊强，你听好了，你就是个臭卖鱼的。莽村我没有去过，没有那里的戏。这我没来过，猛宅啊，介绍一下这里。这是叫庙边村，那个叫庙边小学，100多年的了。然后这是翁家楼，100多年的老别墅，前面有棵百年榕树，一看就知道是那棵的了。哎呦，你看这狂飙拍摄地，剧中李青挟持高晓晨的现场啊，就这个位置。李青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我给他投给你。你要愿意，我就去找高启强去。要么我们这样，咱们试一次自由活动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你走到你不想走了，就去大榕树那集合。好。你是不是村长啊？哎呀，村长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过来你村头睇睇吓。好，我想入去呢度睇睇，入唔入得去啊？哇，满地木棉，这棵是木棉花，这个木棉花也有年头了吧？是了，这个木棉树已经有多少岁了？104年了。哎呦，104年。嗯。哇，这个木棉太夸张了。你看这样看也很好看、啊、关键是什么，它很苍老啊，日晒雨淋啊，它出了一个包浆，很自然。这个像个龙头，这是龙眼睛。这个我捡走没事吧？可以，你随便拿走了。好的，我就放在我的花园里面，我要让它重生。这些树皮啊，有人就给它掰下来用来种兰花用，当肥料啊？不是，就当直接当土。哥，这个是
蘑菇啊？蘑菇就是长在菌上的，它因为烂了啊，有木屑、木屑就是它最好的寄生环境。天哪，什么都知道。我真的很有可能会踩断它的，它已经很朽了，里面是空的。嗯，踩不断，还有点韧性，挺好。还有点韧性，还有点顽皮。哎呦，这个小心钓鱼来了。哎呦，您这太棒了，我们能试试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太好了，您是不是就喜欢这样下午在这听听歌啊什么的？哎呦，能坐啊？您就住这儿？是啊是啊。您小时候是不是在这村长大？在老家。在老家啊、哦。您是后来到这边的啊？是啊。你好啊。这个我玩过，我还有卖这个的。这个你想玩丢沙包？哎，这不跳大绳吗？跳绳还丢包？边跳绳边丢包。哇！你要疯！来，这个我来摇绳，我最喜欢干这个事儿了。走，走，来。太变态了，你们！玩这种变态，哎，把毽子给拿过来。仙子，珍惜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要不你试试？来吧，文哥一起吧，好不好？啊，追忆一下你的少年时代。哇，那你行啊，这个我不行。来嘛，我不行，我来摇，你来跳。我来摇，你来摇也行。来，好好好，参与参与，重在参与。啊，来，大叔跳会儿啊。一二三，走你。哎，好呀，反着上了。反上，哎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进来啊！我害怕，一起上，快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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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上啊，累死他了！我不来。你在踢毽子吗？我不会踢。那这个是，我就是有，但是练了很久都不会。妹妹几岁？妹妹十一岁。十一岁。上几年级？五年级。五年级。嗯。班里的学习委员吗？语文课代表。哦，语文课代表。嗯。来一起呗，好吧。丢沙包吧。丢沙包啊。上吗我？我上吗？你俩最近可输赢了，挑、哦、挑俩就行了。啊、哦，我们俩挑人。好厉害的。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是吧？是的。哥。你是运动健将，我是哈队的。来，你挑一个。我选这位哥哥。行，来。你再挑一个，然后剩下就是我的。你挑一个吧。啊，那我挑你吧。行。哥，我们讲点武德，就是咱们不要砸得特别狠哦。好好好好，砸我可以，不准砸妹妹。别，少来。好了啊，妹妹快跑啊，小点。哎呦，可以啊，保护妹妹。妹妹，砸我可以，不用砸妹妹。哎，出界了，出界了！你咋不躲人家店里？来啊！吃饭。啊！还有一条命。哪有啊？我们也上去玩呢。哎，我们俩换一下。啊，我们砸了是吗？对，林家川上，给我上！别再往前冲了，好狠啊！哎，你们得定啊！我接住了，你们确实是咋定？我定了，我定了。这我们的大将，你把他干下去。小心恶犬！恶犬！我的天哪！好痛啊！来多一条命啊！多一条命，多一条命，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！哇哇！换个游戏，不光你，你们赢了，来吧，歇会儿吧。哎呦，这小狗太可爱了，真的，给自个儿弄个枕头。这些项目咱们都拿回去了啊。这可以放花园里面玩。妹妹，你家在哪儿住？要不你们来，就前面啊。待会儿去你家坐一坐。算了吧。
啊，算了吧。算了吧。为什么拒绝我？不合适，我妈说不能带陌生人在家里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胖橘子，来运动运动。你坐人家的位置，这是他的位置吗？那可不，拿你的沙发呀。来，胖橘子，好好吃饭啊。你给他准备的什么猫粮？它叫麦富迪 Buff 烘焙猫粮，是按 Buff 的天性食谱做的，非常符合猫咪自然猎食状态下的饮食习性。来，慢点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前一天小白是不是就吃这个猫粮？都爱吃这个猫粮，因为是高端线。哇，这里的棕榈科都很高啊，像椰子树那个啊。竹林这里我再找找有没有我要的植物。哦，哇，哈哈，这个很酷啊！这个攀藤上去的这个麒麟尾，它现在依附在这个竹子上，会不会死啊？竹子会不会有问题？会的，这个就和这个杆子把它压下来，它就尾。Double kill， 会死掉。是啊。那那个，您介不介意我把它弄下来，我带走它？可以。好，谢谢你。我看摇，我摇人，摇人了。我摇人，我的对讲机，我摇一下人，在吗？在。各位，那个我在翁家楼的那个斜对面有一片竹林。抱歉，我一直没开。谢谢你。各位，我说话能不能听见？各位，我说话能不能听见？来，你会玩这个吗，妹妹？对，妹妹，你会玩这个吗？不会。那个我在翁家斜对面有一片竹林。哎呦，困了。嗯。我发现了有麒麟尾。村长说我们可以带走，我们要带回北京。你们过来忙好吗？这个是这个麒麟尾啊，它的根茎之一。啊呀！我来想办法，我看看啊，我来看看，我必须得。让这个拉下来，所以我要用这个来拉它。哦，搞定。OK。冷静了。对，很好。哇，你太聪明了，我去捡。还能不能再往下拉一点点？好。我看我下剪刀下到哪里？哎呦！没事吧？糟糕！没问题。他出的，因为他哭了一本呢、啊，他裂开这个口哪里有旧缝啊？哦，那我没那么内疚啊，那我就直接把这竹子砍了它，整个竹子给它栽在地上去。这个待会儿啊，你看，这棵是死了的竹子。哦、村长啊，我想整个连着死的竹子一起拿走它。可以。这个。那让他们过来吧，我去摇人那个。好，摇一下人。你我去找找他们。他们能近一点吗？去砍那个竹子了。那没人了，走。我感觉他一个人要搞完所有的事情，有点夸张了，太危险了。啊，我过来，你都弄完了。差不多。我们来了一支队伍。好。文哥，来，文哥，我们帮你来了。啊，好找啊，好累，快，跑得可快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好，别踩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打回去养的。这是什么？地瓜梗？这是麒麟尾，来，麒麟尾，拿麻绳。绑住这棵，跟竹子绑在一起，我连竹子一块拉回去。好，这叶子千万别搞烂了哈。好。
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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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，好像我不应该过来啊。你们帮我稍微抬一下他哈，稍等，千万别断了哈。对，好，别动了，就这样。大川，你的脚小心哈，后面有一颗，别断，千万别断。你别这样顶住了，它会断的。小心点。拉屎就解粪的给骂了。不是，你看，你看见吗？这片叶子对于我来说就是不能看的。来，你往后走，来绑，来，是不是？我说对不对？嘿，找到它的尾巴了。对，我一直找到它尾巴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它的尾巴。我看看，甩过来，甩过来，它尾巴卷哈，千万别扯！哎，大川一拉就断掉了，大川您断了，我感觉踩的不是它的尾巴，踩的文哥的尾巴。那这个还能？你过来看一下，大川，我必须让你亲眼目睹一次，你才明白我为什么让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个很脆很脆的，一拉就断，断了一半。哦，你轻一拉就断掉了，那怎么办现在？那就只能说这里是单独死亡的一颗了呗。Sorry， 这是他命，没关系，不怕的，不怕的啊。他的命数，我有空一定要回北京啊。我怕。我有空回北京，一定要让你们看视频，让你们看玩植物的有多么的轻，所有人一定要在这里轻拿轻放。来，我看看啊，大川，走走，往上走，不要踩啊，我护着他，这已经是我的统治区了，不要踩啊。对，别让它刮到周围的树枝啊！我好像也没使上劲儿啊，不能找大船帮我弄植物。大船很容易在植物里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看我是怎么又开玩笑了？我刚才这么认真的干活，我只是不懂它很脆弱而已。我刚才已经喊了你七次了。真的假的？来看一下，倒一下，来。我们后面注意，我们后面小心点。走吧，咱们收工吧，今天，啊，先收工好吗？后面你们要么就看看去哪里。那个地上的植物要带走吗？刚刚那个，拿过来呗。对，去拿一下。把那个也打包上吧。妈呀，我这还好害怕踩到它。放上去吧。好，放下。小心这儿别断了。刚才那绳子？在这儿。在这儿呢。绑一下。小心小心，这有根儿，这个别。他有时候跟我爸一样，生气的点都是需要琢磨一下才能明白。别太有压力，先别想那么多。他会哄一哄吧。他可能会想，哎，算，然后就自己好了。你知道当时我们就是警察那阵营天天玩啥吗？嗯，叫十八猜。哦，你也玩？那我们现在要不玩一下？我们四个人十八猜一下。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来，你说。规则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人心里想一个人。其他的人用十八个是否问题把你脑子里想这个人问出来。哦，川哥，你想一个。嗯，好了，我好了。他是男的吗？对。大于30岁吗？对。他小于50岁吗？不确定。小于，说明他应该是40多。嗯，男的30到50之间。他是演员吗？不是。哦。
我们今天共同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啊，这范围拉得好大。他是干咱们这行的吗？是。他是摄影师吗？不是。他有名气吗？有。他是导演吗？是。好，好了，万兔岁，说，这你都猜不出来。徐纪周。哎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十八猜，没到十八我就猜中了。灿烂的花园独家冠名汤臣倍健，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，助力营养好状态。宋文老师来电话了。喂，喂，喂，宋老师，哎，哎哎，哎，你们的车是不是跟在我们的车后面？对，一直在你们后面的。好的，那个一会儿啊，我们到了那个东南亚风情园，是去那吃越南米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刚好也饿了。我好啊，对对对对，我停车，你们就跟着我停车，好好好，我们先去吃越南米粉。好，OK， 拜拜，这个越南美食店啊，我很熟这个老板。哦，你来过这儿啊？我拍戏的时候喜欢到处逛嘛，这些都是我逛的点。到了，那个了，老板。喂，老子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没来过。你好，林家川，哎，对对，道哥，哎，你好。喂，梁姐 ，Hello 啊 ，Hello。还有受伤哦。少，冇咩变化，我阵间啊，嗌佢哋教教你。那个咩啊？斑斓卷，斑斓卷，里面呢卷了一些馅，斑斓叶做这个。叶蓉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叶卷的 Q 弹弹的。这是那个斑斓叶，对，它有清热解毒功效，还降三汁，要煮过才有味道的。姐姐啊，能不能让我们来试试？啊，包一下啊，对，好来，可以。他，你刚才看到他怎么弄了吧？我看到了，这是不是差不多？少一点，来点，太多了，来，打完再去，打完再去这样，再等一下再装。可以啊，感觉原来你是画饼天才，天生适合画饼啊。就这个，来哥，我给你做的。太好了，嘉欣，你太贴心了。要不让给你吧，让给弟弟吧。太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。我也是一个。他那意思呢？我们买几单，要给你搞了买。是的，你管了。哎，可以。可以啊，真的是。逛京东超市，买外婆香小榨菜籽。我为什么要带你们来这家店呢？我拍《狂飙》的时候，在前面大概十几公里的地方拍，有一天拍完呢，很热，当时我带着我爸经过这里，我爸已经很晒走不动了，我就说，老板，你这里吃什么的？老板说，你不用吃，你就坐着休息就好了。因为他知道我并不是想吃东西，然后呢，他给我泡了一壶绿茶，就很对我路的，我爱喝绿茶嘛，喝完以后走了，老板。拿了一包绿茶给我说拿给你喝。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，我又来这附近拍，我就来这吃他的东西，我们俩就开始聊，就投缘了。哇，要弄茶人嘛，他的绿茶很好喝，越南绿茶，越南呢，待会你们可以尝一下。嗯，我最欣赏张老师讲那句话，就是以后在京海见到我得低头做人。老板，你女儿现在多大了？现在17岁。哎呦，这是你爸爸？这你这不是？他不是我爸爸。我长得急而已。我79的川哥。他大我一年。我79年，老师大我3年啊。啊，那是你哥哥。朋友，朋友，这叫搭档吧？哦，你们搭档一起开的这个店。
这货也很好吃。这个帅哥，人家我在视频那里我竟然见到你了。是，我叫顺熙，你好，你好。谢谢。哎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是最有实力的年轻演员。我经常在抖音里面看到他。您经常看电视剧吗？经常看。经常看。列兵啊。列兵。列兵，张老师。刚最近刚上的。啊，毒枭。我跟宋伟老师有一个马上上了，叫《孤舟》，我跟他演的。这个绿茶真的。到时候你看一下。啊，这过来过来，你别害羞，我让你们猜一猜，这个亮姐跟这里哪位有人物关系？你们看这样子啊，看。他。嗯。母亲啊，当时也是从越南回来吗？嗯，是七八年回来的。他是越南归侨。我老婆也是越南的。这个阿姨呢？哎，你们说话她一直在笑，但其实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她是裸艳舞。哦。全中国最多华侨的地方就在江门，江门叫中国华侨之乡。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呢？2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待过，所以他们的房子盖的既有南洋的风情，又有岭南的风情，混在了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村子叫海燕华侨农场，这里人全都是归侨，主要是以泰国和越南人为主，所以这里家家户户呢做的食物啊很像东南亚的。这是我家的招牌白切鸡，招牌鸡哈、啊，白切鸡，来来亮给啊。看你太有食欲了，只有咱俩。这个越南加分点。嗯，越南加分点。加分点。加分点。怎么翻译它？越南炸春卷。炸春卷。对对，炸春卷儿。啊，对对对。你这个一加卷舌音以后，我觉得这种不对了。越南炸春卷。越南炸春卷。这是越南捞蒙。捞蒙，捞的这个，对，要拌着吃哈。对对，先夹点粉蘸在碗里面，然后每样肉呢再夹点进碗，再夹芥菜，再淋汁下去，然后一口咬下去。哇，咱们起手吧，来，自己加，先加米粉，然后和在碗里，每样来一样。哦，哎，这个叫九层塔，是西餐的一个佐料，老板送过一颗给我种，但我没种活当时。尝一下。嗯，我觉得鸡很棒，多多里那个汁，嗯，很棒，哇，好吃好吃。你搞点过瘾呢。没有麦芽糖，没有糖。反正是这样。看看，干什么？就这么吃、啊？你觉得饭不下是吗？对，饭不下。多点面，因为汤汁拌起来很好吃的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最有含金量，就是这碗汁。对啊，少一滴，多一滴都不对，都不对。一颗盐，一颗糖。多一糖的味道确实不一样。这个炸春卷真的很有水平，很有水平。它外脆里真的是嫩的。哦，他回来以后才吃的，当然了，刚好是给你放那个。好啊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很好吃。真的，真吃饱了。哎呦。我看你倒也不太控制啊，你基本上也不控制。真的这个。真的很迷人，因为太去控制你就不会快了。嗯，我一日三餐都得去。您第一次见宋老师的时候是真不认识他吗？好奇，真不认识。我那会没有控制。不用太好奇了，我听了两遍。姐，你听我说，我从来我不追星的，我也没时间看电视。当时老师过来呢，我叫老板呢，我还拍了，老板，大概是半个月吧。有三个粉丝，他要找到我家店。那时候我3点多，我要上洗手间回来。哦，这是张老师吃饭的地方，我也莫名其妙。我发了微博。啊。哎，还要给我看图片，我就有印象了。自从那回之后呢，我下载了微博、抖音、全民 K 歌、小红书。全民 K 歌。全民 K 歌。需要一个麦克风此刻。我现在在那微博有都是关注老师啊，偶尔点一下赞，那是看一下评论，这样之类的。嗯。
那是大姐的儿子。哦，对对。哦，坐，拿椅子坐，坐，坐。你是哪年的？80。80。80。那大姐是哪年的？你妈妈？我妈是61年的。61年。对，属牛的。我那年纪。哦，谢。那这看不出来，大姐还是挺年轻的。我刚才说他是他爸，我听到了。你今年有没有18岁？我有啊，天哪，20多岁了。20多岁看不出，我还以为你是6岁。天哪，这话真的。我刚刚回去，我的岳母还有我老婆说，说你们两个，他们两个也没有20岁、啊。我没有，我还没有，我刚成年。对。这是你的女儿、啊，叫张老师。啊，请问贵姓？姓林。林老师。哎。那几个拍照的人是谁呀？那个是摄影师嘛。对。你好，你好。你的眼睛好漂亮哦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何副总。大姐你坐啊坐啊，大姐坐啊，来来，你几个仔啊？四啊。我啊，一对孖仔。个孖仔似唔似？似啊。一模一样啊？喺唔喺度啊？上班。上班啊？嗰个系你细佬定大佬？细佬。哦。林老师，你以后你别欺负张老师了哈。他那个人他妈鱼说你欺负他。你这个话题跳的我都没法接。他送个电视，他买个电视。是不是太跳跃了？对啊。哎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坐坐。你在中国一共多少年了？8年。8年了。08年。08年到现在，16年。16年。讲到他的故事是太长了。我们不怕长。他是被他越南表姐叫过来。当时他表姐跟我妈比较好的出来吃饭就认识嘛。那会他多大？那会19岁。19岁。我21岁嘛。那会就已经喜欢上他了还是？他早就喜欢我，不要不是来我家。哎呦自信真的，你这可太自信。您小时候看霸道总裁看的多，不？但是我真是觉得你老钱你是最幸福的，哎，你真是最幸福的。但是他回来远了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分开了，都有10年哈。八年。八年之后他又跟我妈联系，然后我又跟我妈过远来，发广告了吧？又再碰见他。哦。然后就用命中注定。他就老是追着我，没办法。你这份自信真的是媳妇儿给的。你当时用什么征服你的老婆的？我啊，用我的眼神。眼神、啊。用我的眼神。当时见到他时，我就这样子。把他电晕了呢，电晕了。对，哎呦我天哪！刚才不是说你有两个儿子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吗？有没有可能人家喜欢的是？没有，这么自信。我弟弟的老婆比我早。哎，你手机里有没有弟弟的照片？有，我看看有多像，我看看。我也想看看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弟弟，这是弟弟啊！哇，你弟弟很飞啊！玩摇滚的吗？摇滚的吧，对。他没有，他是以前做发型师的。哦。现在还是这个发型吗？没有，人家剪短头发了。哦，现在这个是弟弟哈。那是阿水叔啊。你弟弟比你看起来年轻一点点。我们也老了，再过了10年我就做爷爷了。10年？再过了10年，我的儿子都24岁了。儿子这么大了？那过10年的话，那我们差不多做爷爷了。那我们都做爷爷，那我妈咪做奶奶了。你做姑姑了？那你是什么？那我就是一个好大。大女人呐、啊，大女人，为什么我在镜头看你很胖的？怎么你？我生活中其实也很胖，
还有个就是我的胖瘦全是在三四天之内的，要不要今晚我吃完这个以后，我现在肚子也很大，真的，你看，啊，不用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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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，没有这个必要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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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码打码打码，我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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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你拍那个列兵那个你，就你反叛那个毒枭大佬，那个是韩庚，嗯，韩庚。他也是讲笑话的，不是不是，他以前是偶像演员来的。如果张老师给个机会给我，给我这个搭档给他拍一个悍匪差不多，他其实刚才我乍眼看有点像谁啊？吴启贤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很像，唱歌的吴启贤大哥啊、哦。没有，他最拿手的歌就是《矿泉水》哦，矿泉水。矿泉水哦，那个谁的歌？刘德华的，忘情水是谁给的？忘情水是给是 IQ 谁给的？就是一个这个脑筋急转弯，忘情水是谁给的？你我不对，忘情不对不对，五四三，刘德华二一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啊哈！啊哈！给我一杯忘情水。我出来了，啊哈！你拿手的歌是什么？唱来听听。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张王韵。我不听这个，我听你现在唱唱。你没有麦克风，没有音乐的话，哎对对，跟着唱，跟着唱，跟着唱。越开心越希望。哦，听过这个呀，听过听过。你别紧张。美丽飘我迷惘，现实多肮脏，渐把真心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去换成伪装。哇，这就是又有技巧又有情感。生死都有梦，别理他风声已声，纸醉金迷也中意一。大哥，您唱歌确实可以。大哥，我相信你刚刚说你一个媚眼儿，电晕了。对，我相信了。刚才唱歌的时候看谁都放电，让我不电了。现在不电了，不电了，不敢电了哈。不是，主要是你电量不足了。电量不足了，你说我来电池要换的。也是。今天是一次很奇妙的体验。今天我在静静地去感受人、事物，还有花草。这就像个龙头，这是龙眼睛。感受了植物的生命力，也是对于生命、对于大自然有了一种新的感受。感谢每一位愿意在这个节目上分享自己经历和生活的人。从植物到美食再到人，都是了解自己和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我们这次来这的任务也达成了，不是把那个龟背竹也救了？对，是的，还是很有成就感。这么深啊，这个地上的根别踩断了。哎呦哎呦，稍等。在挖龟背竹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植物有了真正的敬畏。就是这些植物附着在这里，它比我们太早就在这个地球上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觉得植物是朋友。这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。我也感受到了，真正喜欢植物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细心的，会把植物当成小孩子来看。顶牙是龟背竹的生命，顶牙没了我也不想活了，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啊。虽然我现在还是一个植物小白，但我希望我能对各个植物更加的了解，希望能回去把家里的发财树能够养好。感谢江门带来的生命力，感谢盛放的花，茂盛的树，也感谢走出门看看大自然的我们。回来了，回到北京任务繁重，能不能救活那几棵龟背竹？而且我请了救援，韩哥，老莫，今天老莫做鱼了。我说我想吃鱼，他就来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张默也是少有的跟我能聊得了植物的人。
哎呀，龟背做那个随便丢下去就化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不服我。可能得牺牲一片到两片叶子，就留一片。对不起了啊。哎呀，他没有活着。找一棵树，四五米高。这是大事啊。哇，这个太完美了。摇人。小马。他把他搬回去。走，溜溜，走，回家了。哈尼克兹公主把她庄园里的员工带来了。哇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都累了，我家悠悠从来没这么累过。生活很灿烂，自然有答案。阴天就发芽，晴朗就开花，再长出长夏。做一棵植物或拥抱嘈杂，勾扎根向下。不如跟月亮也说说话，聊一聊晚霞。世间忙忙碌碌的情话，阳光没变化。偶尔累了，别借过休息一下。等雨过吧，再向天空出发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灿烂的花园官微，和嘉宾们开启治愈之旅。上微博搜索灿烂的花园话题页，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财经社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、美图秀秀、WiFi 万能钥匙、无他相机美、有 WiFi 直播、土阿兔检票集团。小熊花园欢迎你，咿呀咿呀哟。